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，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，阿弥陀佛。哎，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，台湾话呢啊，有一个名言，入山看山色，入门看门色的梦想，放晒呢看风色，这条看山色真重要，看山势啊！你要帮人，帮人忙，或是自己要不去选择所在，啊，到乡下，啊，要去遐呢，盖一间别墅，要那边修养，啊，或者盖一间，啊，盖一间工厂，首先一定要先看山势。看山势嘞，就九星，九星的三星，啊，一白，贪婪。行，啊，山，山像桂林呢，桂林的山形，那就是贪婪星，啊，出文人。好，那么你要看附近有迄个像桂林的迄山，有一支山遐就会出一个人，出文人。那么日本清朝时候，巡按大人来到苗栗，他从铜锣。嘿，哐哐哐的讲，进入苗栗诶地区，讲过呢，啊，就化工停起来不用讲，啊，就点点啊过，啊，因为山上。公馆的东方，山顶看起哩，有这个看成毕节笔者，就毕节形。啊，所以经过遐，会拄到高人，未使吵醒高人，明公路悬案大人未使。啊，我行再看清楚一点。话个个讲，哐哐哐哐呢，啊，经过苗栗过去啊，呀，部下问说，
大人啊，为什么可以再敲？因为对面这个山啊，这安那来呢吼，化去啊，啊，比价山毕竟啊，比价呢化去啊，不完整是安呢。好、哦，比较不完整，啊，表示迄搭无比较高的、较大的官，啊，就开始空空空，佫空过啊。这就是入山看山势，要懂得入山，啊，看迄山形、九星形。你看了贪狼星，表示讲迄搭会出高人。啊，二黑啊，这土星，土星啊，土星呢，就是三一个平台啊，再出户人。出山，呀，出这个做生意的高人，啊，巨门星是土星，很大的门，就巨门，很大的门，啊，你就刷看进去刷关节刷。啊，这个单独一条山平平，你要了解一下，迄带会出好野人。啊，你要到那里盖房子，爱、啊、要响。啊，迄个房子你要去，啊，你可以向土星按，向土星按，向土星按，会遇贵人。也多了贵人给你到提拔啊，都是做啊，就不先出贵人啊，你后面背山土星案啊，这口找的人才会出那个高人出贵人啊，徛过啊一点向着土星岸，都所拄到拢是好野人。啊，这地灵人杰啊，所以各位同学，咱学这个，就保护自己，不要进入虎口。啊，那么第三 ，B。劫星，啊，这禄存星，禄存星，啊，比如一个山，啊，崩山，不是土星哦，那崩山起来。这出的人无单纯，啊！你也要去附近家，要住家，啊！你坐厝坐后边，后边的是爬山，你要跟伊做朋友，
你也先注意啊！你干咩合伙投资，金钱来往拢会叫夹伊，出的人是安尼。啊，这也是讲，这里向着哎陆存仙，你所拄到的人，拢拄到差车。也未拄到好的朋友，所以崩山，四个崩山，啊，迄个踩了车，啊，有一次户外教学，在嘉义山区上课，啊，咱师姐听我讲，后壁崩山的。啊！一出查拉车，伊说：“哎呦，因终于招家家户户拢出了查拉的囡仔，出去拢去偷摕，包括因兜那啥物件，你无锁，阿多拢互偷摕了了遐。问我要安怎？搬走尔嘛？要安怎？你到底查拉去啦？”哦，这就很自然的，所以咱要甲朋友、啊亲戚、咱的囡仔选择迄个厝，啊是工厂，迄时，会记你爱入山看山势，山势到处是崩山的，迄个所在你绝对莫去。啊，你若要去嘛，是你的灾，你的灾厄。啊，所以这是咱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呢。啊，这就是讲三臂陆存仙四界崩山的，迄个官司战斗星啊，出差了过来，你向对我崩山的位，所拄到的拄到恶缘恶友。会较济，啊！你做背后，拄啊旁边乱七八糟诶，还表示讲领导诶囡仔，倒来乖乖，出去外口无血本啊，足虚伪诶。啊，这就是乡村，啊，咱爱注意诶，啊，听有无？啊。咱无迄个本钱，啊，去受着遐个灾厄。咱个势力，这文曲星，啊，文曲星，啊，就是水星，山。啊，山形翻出去，好、啊、像浪波浪的形，迄个水星树立，啊，这拢是文笔，文笔架，啊，这拢是文笔架，文笔的坑笔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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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吼，作者笔架，嘿出文人。啊，出文人，啊，出文人，这做啥的？哎呀，啊，咱若要去找工厂，啊，找徛家附近的厝，啊，拢像这个形的，哎，别别，迄条做山形，啊，看起远远，拢是安尼，像浪花形。这水星行，遐出的这人，啊，出的人，温文，啊，较憨厚，较老实，啊，这就是势力。
好的，再来，连贞、五环、连贞、啊，变成一支山，不整形的。啊，边啊有山卡，无同款型的，足乱的。啊，这就是连尊山，连尊形。啊，住了人，啊一只呢，官夫、寡妇。好，那那，那么是伤男就伤女，好伤男。伤女，啊，一娘，变化不一，情绪不稳。啊，但像住伫这山卡的人，你要甲伊做朋友，你就爱去说伊。啊，伊的情绪不稳，啊，翻脸不认人，好就足好诶，歹歹甲有剩呢。啊，所以你也看，问我哦，后壁山真水，啊，这大基山、细基山足侪，迄就是。连尊星，啊，连尊星呢，啊，家来常常会缺失，未完整，啊，这是足恐怖的代志。所以咱若知影，咱可以预防，那卖去，那卖去，那就好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啊。很多人想，哦，我头前山就青就水就好，事实上很不好，嘿，大家要注意，哈、哦，啊，曾经遇到有一位信徒，啊，在南部，啊，爱我去看因的，这个整开工厂。啊！我一看我，哎，无人啊！你这工厂堆出来拢连尊星、霍金星，你所拄到的人拢毋是好的善人呢？伊讲吓，毋知安怎。啊，未来应征的拢是外国洗出来的。啊，迄、那个就是溪水安尼来，啊，工厂一只，啊，对面房山，像火焰山，看真水。啊，这就是禄存啊，连贞啊，劫星在建工厂，请无好人，请的人呢吼，工会做做等于。连家个一项啊都出来啊，几乎大家拢会安尼，好诶，足懊恼个呢，无舒服，到底要安怎哈？要安怎？啊，你都住伫遮，你住伫查哪块啦？要安怎呢？换走啦，伊个无啥物好改，你较改。稍微想想，这嘛是同款，这嘛同款，这嘛同款，
拢是拄到头前的崩山，崩山，啊，恰恰恰的山，啊，迄个连振兴，我咧最后华为，我是无法的，我来讲，迄是我咧甲你骗。啊，那么这个头家，想想咧。啊，搬去了两年，资产也要弄空的。啊，这只有搬走尔。所以你讲到找厝，哈、啊，一定这里完全爱怎样办？迄个城乡村呢的厝。啊，那么要有咱这个信徒。这只要客人来，爱头前，这山路真水，爱野厝，徛家，向这粒。这边去真长，安尼来，好真长，好些，好些长，啊，这来遮的好丫头，虎昂虎抬头，虎抬头，握拳。在你所遇到的人，要做的生意，拢爱跟你比，比这个军校。哟嘿，啊，这是要收钱嘛，爱跟人用个冤家，啊，唔知要安怎，我你先生哪里看？先生甲讲，这个金库。你的业障来金黄。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声。好，这个爱要看这这边较长，较长的好。好些等下，阿个握拳，骨头母压起来，骨头母压起来呢，哦，啊，所以开始阿个要阿相拍，阿尾啊怎么办？我阿改，改向都要处理，门，改向安尼处理。安尼两边关起来，以后收钱都袂用个比骨头母啊！啊，改了了嘞，哎，啊，所收的要收钱，大家拢足欢喜的，甚至拢摕钱来，啊个摕钱来开，啊，所以这种风水学，你用安尼处理，大凶。你向来出去，是，安尼尔，干我一点管，讲破无值三个钱，啊，听有无？有。恁家大将诶，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啊，第六，六百，舞曲，元帅。啊，弯水，啊，舞曲，巩固完，啊，这舞曲车，舞曲星，啊，舞曲星，你向舞曲星
你所拄到的会拄到贵人。啊，你坐后壁吴世兴山卡，这吴世兴会出高人。啊，你向吴世兴，但是不要伤近，伤近泰山压顶。啊，较远一丝啊。啊，安尼来咧，你这间厝大个会所拄到拢会拄到高人。拄到将军，啊，拄到元帅，啊，拄到总统，拄到部长，啊，都真单纯的人。咱日本，迄、那个现在像进山，啊，因的厝的故乡，拢像这吴世兴足济，到处都传吴世兴，莫怪遐出首相，出真济首相。啊，到遐出贵人，啊，啊，过来七次，啊，七次，啊，到破军，啊，破军星，好的战口舌，哈，迄个破军就是安尼行。方便，也是咱开开发的。你向出的破军星，啊，出贱人，做这破军星出贱人，啊，人格拢会出问题，啊，你的相。出贱人，所拄到拢是贱人。啊，你头前山，啊，又是山，啊，奇形怪状，崩山，崩啊，又是山去，啊，厝边响，那响呢？啊，会拄到一个贱人，人格不好的人。啊！你坐后壁，迄个山形，啊，迄就是会出贱人。所以咱日所看山势，你就会当了解讲，遮个人的生活模式是安怎。哦，再来，啊，八百。虎星，八百虎星，这是土星，这是金星，土生金，迄个虎星，啊，虎星呢，左国良相。啊，这个祖国良相，祖国良相行，这个虎星啊，出的人忠厚，出的人是忠厚型的，啊，但是这个虎金。有这个山形的，啊，这边土星，这边金星，表示这会出高人，出祖国良相。啊，再来，毕星，
第九，必先出武将，好动之人。啊，你若个后壁山，尖尖尖尖，啊，咱后壁的厝后壁，这种尖山的，迄就出一个必先出武将的人。啊，你若个啊向对这个山尖尖的行，啊，这就有啊武将的人。啊，所以山形，咱爱了解。啊，有如仙佛寺，啊，仙佛寺呢，仙佛寺一家向外处理，五行其三啊，头前是武曲啊，这有虎星啊，来朝拜啊，来朝拜仙佛寺，朝拜佛祖。啊，所以咱等于你有研究咱仙佛寺头前这个山，这是金星、武曲星，武曲边啊，这有虎星，这边有壁星，左虎右壁。啊，这仙佛寺的地理，啊，这呢，吉啊，五行其三，向头前看。打拼哦，出征哦，啊，这个是真正很自然的特色啊，所以这城乡的都市，城乡的风水各有不同啊，咱爱先知影这个道理啊，那么都市。嘛是同款啊呢，大楼就是山，啊，那平房平平嘛是山，啊，关起来嘛是山，所以高山、低山，哪一种可以作案，哪一种可以背靠？这种了了分明诶，啊！希望各位同修，啊，一里通，万里铁，那你们今日来家呢，就有增加这的智慧，啊！下个礼拜我们照常上课，啊，然后附近的道场的同修，延平法师。你爱主持，你爱电话讲邀请，人家敢等来，无就无人敢等来。好、哦、啊，多多来接法，好、哦、那好的法，大家来学，大家修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幸福。还、啊、听有无？有哈、哦，好啦，那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，啊，祝福各位。阿弥陀佛。